啊？你沐浴露呢？要沐浴露干嘛呀？喝呀，难不成我还洗澡呀？你沐浴露呢？我记得我拿了呀，怎么找不到了呢？你到底借不借？不借算了。借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给。对呀、啊，这不是洗洁精吗？哎呀，这个里面装的是沐浴露。你怎么拿这个装沐浴露呀？你管我拿什么装呀？可以用不就行了吗？你精神病吧。Later。阿公。啊？你过来。干嘛？你过来。哎呀，你说呀。你是不是偷我沐浴露了？没有啊。我说我沐浴露怎么都找不见了，你是不是都到你瓶子里了？说，你是不是到了？我就到了，这么牛逼！怎么生气了？再给买个新的呗。喂，有病啊！下班喽。给。干嘛？给你买的沐浴露，以后不要用我的了。哦，谢谢啊。这个是玫瑰花的味道吗？你那个我用习惯了，一般的我怕用不住。哎呀，不要，我要。